我觉得会思考，但是你要真的迈出这一步，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做。哎，我都不知道要长什么样，我怎么去迈出这一步呢？而且我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妈妈真的太吃了太多的苦了，这个话我真的在任何场合我都没说过，这就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们轻易的就是迈出这一步了，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母亲。就最后我觉得人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能通过一句简单的原谅去解决所有事。我现在最讨厌我自己的一点就是我可以理解所有可以理解的事情，我可以原谅所有可以原谅的人，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不过你要说我从小到大吃的苦有没有好处，如果非要说好，我觉得有，就是我真的不太会抑郁。而且那个首尔有一种特别锋利的魅力，就是她是一个非常锋利的女人，她特别有魅力，然后但是那种啪啪的你就感觉哇闪光刀光剑影，让你觉得哇这个人好锋利，然后就但是又特别佩服。